间诶，每一个人对你、对我，拢有一份完全的爱。这个爱不是甲别人讲结婚，是一份对你特别的尊重的爱。我那天讲一个同学，今仔日讲完单，得到一份特别的祝福。咱下面过来想讲一个问题，咱台湾的旧的迄个农历，咱拢有讲中元普渡的七月，七月时咱拢会讲做啥物？规月、规啊月。伫七月时吼，咱啥物拢袂使做，袂使搬厝，吼，袂使嫁娶，甚至讲七月要生囝嘛袂使生，爱因来到八月啊生。当时呢，七月中元普渡是咧做啥？就是咧祭拜遐孤魂野鬼嘛。啊，咱讲做啥？好兄弟啊！啊，好兄弟啊！咱代志做好兄弟啊，但是咱足惊伊个东西。所以咱爱拜拜，啊，用一寡物件好食，讲请你来甲我炒，请你离我远远去。当时安尼，因为咱个心啊，佫足惊遐遐个人。总是呢，基督徒伊的上帝毋是一种，伊的上帝是创造宇宙万面的精神呢。伊有丰盛的慈爱，甲满满的恩典，予世间的每一个人。这个上帝，伊是属平安的上帝，伊毋是降灾祸的上帝。这个上帝你免惊，你通甲伊亲近，你通叫伊阿爸上帝，你会当来到伊的面前，你艰苦的时。该了解，伊就伊会听，要来充满伊的心情。所以下面我休息吧，要甲大家分享平安的七月份。Thank you.
平安通对伊一世人，所以叫伊同学。假使即位创造天地的真神，也请做你生命主的是，你就伊的神力，你同恁行。虽然恁即马会艰苦，咱是咧行伫一个真大的困境，咱伫一个真坎坷的路程，但是我们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看不见在天上是父神，他慈爱的双手永远要怎样牵引着你，传递两一些稍微有的。你不要觉得说这个世间大家拢无爱我，大家拢已经离散我。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那位创造宇宙的万物的真神，他爱你，他爱你就够了，他看你作为他最宝贝的儿子的女儿，兄弟，因为患难最多回，不管在你身边的艰苦，上帝依然爱我们，他的爱是永恒不变。但愿各位同学都可以拿到那一双看不见的双手来牵引你走一生的道路。